戏的时候呢，觉得说他对拍戏不太了解，可是他不会紧张，对，我觉得这很重要。对，把他们踢不好，然后他就会说你不要紧张，你要啊看着我讲话，他就会教我很多这种东西。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曾经是一个新人，对啊，所以我们不可能是要求说一个新人会演到像一个影帝这样子拍，那我觉得他的那种技巧最重要。